收看本周桃竹新闻，我是刘淑芬，带你关心的第一则新闻是新竹县再度推出了新竹走走旅游品牌，今年将以竹北、峨眉、恒山、五峰四条全新的路线正式开跑，名额有限，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新竹县旅游网站查询。新竹走走全新路线，新竹县政府推出四条34团的旅游体验，这次是以味道之旅作为主轴，借由气味来代表每一个地方的特色。脾为脾受，客家话讲脾受为厉害啊，就闻到那个味道的那个旅行啊，脾受之旅啊，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脾嘛的受，你到了竹北，来到竹北，你脾也是讲，哇，这个水圳。这个青草香，哦，你到那边一走，哦，就觉得很舒服啊。这个青草香，你就闻到这个味道。你平常去走，你就会闻得到。所以我们在竹北，除了这个水圳之美啊，青草香让大家闻一闻，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水圳的开发的历史。新竹走走是新竹县从2021年推出的旅游品牌，目前已经有北埔、关西、竹东、新埔四条路线，今年再推出竹北、峨眉、恒山、五峰四条体验旅程。那第一条就是竹北的部分，它是沿着我们的东兴郡周边的一个景点，譬如说有我们的水圳的部分啊，水车的部分啊，伯公的部分啊，还有新华部的部分，搭配着我们的绿地的野餐，所以我们这部分我们主打的是这个青草香。而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峨眉，峨眉这部分有我们的复兴茶厂，有我们的峨眉湖，还有我们的西马古吊桥。那这部分体验的就是我们东方美人茶，茶的故乡的滋味。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恒山的部分哈，这部分我们主打是铁道，还有各个车站里面我们会有任务的一个解密，增加这个趣味性。那另外还有一个内湾的老街，那这部分就是让民众享受一个铁道慢活的滋味，还有铁矿的一个味道。这次四条全新路线预计推出34团，提供民众报名参加，详情请上新竹县旅游网站查询。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为了让更多人认识野百合，大谷山林休闲农业区特别举办了节能减碳宣导暨富裕野百合活动，邀请了国小的学童参加体验，同时体验种花，让小朋友更加了解生态与认识自己的所在故乡。大谷山休闲农业区特别举办2023大谷山节能减碳宣导暨富裕野百合活动，活动中也安排小朋友进一步的体验播种以及农田种花，一步步学习农业知识以及家乡故事。主要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小朋友如何从种子播种到育种到种植移植到田里面富裕它，让它开花结果。整个流程的话，就是要让小朋友知道说野百合它生长的状况，那来富裕我们大谷山的野百合。因为我们大谷山休闲农业区特色的花就是野百合，所以我们会办这一个活动，邀请三角国民小学的小朋友两个班级，哦，大概50几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种动作。那这样子的话，教小朋友我们顺便可以向下扎根，以后我们三角社区就可以看出到处都是我们的野百合。在每年的5月是野百合花盛开季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花季，休区让小朋友带2株花苗回家种，一方面认识植物生态，一方面来举办种植竞赛。这次我们休闲农业区办了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让小朋友这次富裕野百合，每个人带2棵野百合去种，哦，那回去种的时候，等到我们4月底5月初要办野百合季的时候，我会办一个野百合回娘家，哦，我们会奖励小朋友把那些野百合种的野百合拿到我们会场做展示，那我们会评比，哦，那第一名的小朋友我们会休区这边会颁发奖励金给他们，一个人是500块，那第二名的话就是300块，那第三名的话就是200块。不少同学们很多都是第一次夏天，光是挖土填土就充满了波折，但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也学到怎么样种花。对于孩子们来说，实际夏天栽种也会是最棒的生态教育课程。记者林瑞峰卢竹采访报道。
桃园市政府与台东好事多合作，并且在桃园举办了台东凤梨市郊桃园乡挺记者会。市长张善政和台东县长饶庆麟携手行销台东的凤梨世家，让桃园、台东两县市的交流由凤梨世家开始。张善政也期待从农产与观光的合作，带动桃园与台东双城的经济发展。凤梨世家的产季从过年前开始，二月来到最大的盛产期，三到五月会逐渐减少。台东县凤梨世家种植面积大约有2800公顷以上，产量大约19000公吨。农民一整年的辛劳就等待收获的时节。这一次桃园携手台东，要一起推广凤梨世家。我们饶庆麟县长带领台东县政府的同仁到桃园来，跟我们一起来促销台东好山好水的好水果，就是凤梨世家。凤梨世家是一个非常有益健康的水果，那么帮助消化，有维他命 C， 纤维素多，所以为了桃园市民的健康，我们大力的鼓励我们桃园市民来享用这个凤梨世家。为了优惠，桃园市民即日起也提供桃园市民地供专区，每盒10斤的台东世家含运只要500元。也欢迎各公司企业发起员工团购，统一地址订购50盒以上，每盒只要450元。桃园市民也可以用优惠价格吃到营养好吃的台东世家。来到桃园市跟张市长做农业的交流合作，凤梨世家在台东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哦。那我们大概一年都会有将近40亿台币的，过去大概有将近40亿台币的外销收入。那么今年呢，因为在外销上受到一些困扰，所以感谢桃园市政府主动认购，让我们农民能够在这个时节，他们的一年的辛苦收获能够有一些朋友来认购哦。那这也是非常开心，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台东来玩。台东凤梨世家营养价值高，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蛋白质、矿物质，长辈以及小朋友都爱吃。以前品质好的都出口，现在桃园台东携手合作，让大家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台东凤梨世家。记者董宇飞、陆竹采访报道。中央在日前提出了要调高准公共化托婴中心托育人员的薪资，来让托育人员就任的政策，造成了新竹市部分的托婴中心自去年底开始对于是否签约采观望的态度。对此，新竹市政府透过会议、拜访还有座谈来了解托婴中心的诉求，积极沟通，终于在最近让签约率突破了75%。中央在日前提出要调高准公共化托婴中心托育人员的薪资，来让托育人员就任的政策，再加上期待新竹市调整托育费上限时数以及副食品费等等的因素，造成部分托婴中心自去年年底开始采观望的态度，让新竹市准公共化签约进度在年前速度缓慢。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新竹市政府积极沟通，才终于在近日让签约率突破75%。之前就是因为行政院在去年公布了就是要提高托育人员的相关薪资之后，那有一些业者在于就是在签112年的准公共化契约的时候，就暂时先不加入。那后来市府这边做了很大的努力，包含了去做访谈，然后开座谈会，也是做一些会议的讨论。那针对托婴中心担心的部分，除了说我们现在目前的收费的标准就是每个月上限不可以超过20000块，然后托育人员的薪资就是必须达到28000以外。那针对他们担心的项目，包含副食品还有收托的时间这两个区块，我们就是也通盘的考虑之后，让托婴中心可以依照市场的行情去做一酌予的一些调整。因此在1月18号的时候，我们就发文给各托婴中心有这样子的一些调整的空间之后，托婴中心就后续就是陆陆续续的有些再回来跟我们签准工，然后也希望说用这样子一些措施能够加惠我们新竹市有0到2岁的孩子的家长。
市政府透过会议、拜访以及座谈，来了解托婴中心的诉求，并鼓励加入准公共化。目前签约率提升到75%，总计可收托1551位0到2岁的幼童。好，我们目前的话，就是以新竹市的准公共化的托婴中心的签约的状况，现在从112年的年初，其实只有55%，然后到1月31号，我们已经走到74%，那到目前为止最新的数字是75.4%。目前来讲，这样总共有52家的托婴中心有加入这样子的准公共化的名单，那总共可以收托的名额总共有1551位的0到2岁的小孩。此外，配合未来中央推动的政策，市府也将规划更为友善的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加入条件，来提升加入准公共化比例，让家长的托育需求和托婴中心业者的成本考量都能兼顾，共创三赢的局面。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呢，前往了中壢區视察桃园会展中心的统包工程、整体规划、会议中心还有展览馆。其中，展览馆将优先在3月完工，全数完工后会是国际旅客就近参与国际会议的重要据点，提升桃园在国际会展产业的竞争力。由桃园市政府与经济部合作开发，在桃园青埔地区打造国际会展中心，一共有2栋，分别是会议中心与展览中心。市长前往统包工程现场了解施工进度，包括1楼展场、消防设备、入口广场等设施。今天来视察这个会展中心，是桃园市政府和经济部国贸局合作的一个计划，经费大概有46亿左右。那么其中分2栋，第一栋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览中心，大概是下个月3月份就会落成。那么隔壁栋呢，会议中心大概是今年秋天会落成。这2栋落成以后，会变成我们桃园一个地标，而且会变成我们的很多国际旅客下了飞机以后，能够在桃园就近去参加国际会议或是国际展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配合今年客博会的活动，会展中心展览馆栋将在客博会的展期规划为台湾馆，展出台湾客家文化的特色。我们真的很高兴说这个设施在今年之内就可以完成。另外呢，这个会展中心今年7、8月就承担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世界客家博览会的展览，台湾馆也在这边。到时候我相信说，这个展览馆的这个多彩多姿的面貌可以呈现在我们国人前面。市府也说明，未来桃园会展中心落成后，临近机场、捷运、高铁交通优势，并与台北南港展览馆、台北世贸中心形成加成效益，带动整体经济以及产业发展。记者林瑞峰、钟立采报道。新竹市的玄奘大学携手九元电子与宏旗科技签署了产学合作 MOU， 要在校内开设分本科系学生也能上的半导体产业学分学程班，期望呢让学生能够跨域学习半导体的知识，毕业后有机会可以进入科技产业工作。为了拓展学生职涯领域并培育企业半导体人才，玄奘大学携手九元电子与宏旗科技在2月15号举办产学合作 MOU 签约的仪式，要开设半导体产业学分学程班，让非本科系的学生也能够跨域学习半导体课程，毕业之后就有机会进入竹科半导体产业工作。那课程绝对跟我们原来学校的开设方向其实差异非常的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而且是创新的一种跨领域做法。那师资的部分呢，我们也重金礼聘在业界相当有实务经验的师资，好，进到我们的学校来协同教学，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合作，所以在教授的部分完全没有问题。当然这个学分学程重点就是说，它可以纳入到学生的128的学分数当中，也就是不会造成学生额外的负担。好，那我们总共有20个学分，那它其实结合了通识，结合了跨领域的课程，所以相辅相成之下，能够创造学生提升自己在未来就业职场的一个竞争力。
签约的当天，玄奘大学也特别邀请到九元电子与宏旗科技董事长汪炳龙现身演讲，分享同样非本科系出身的他在半导体工作的经验以及创业的过程，希望能够鼓励学子勇敢挑战自己，当机会来了，态度对了，就能发光发热。其实我们今天办了一个非常大的说明会，那这个说明会也邀请到这个汪董事长来现身说法，他会告诉我们在这他创业的40年的经验当中，从一个非半导体的人如何跨到这个领域里头。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纵使现在不是在半导体的相关科系，但是未来他只要经由这些业界真实的实务训练之后，他也能够在半导体业发热发光。玄奘大学半导体产业学分学程共规划了半导体、光电以及屏保等3类课程，合计8门课，20个学分，从基础伦理打起，利用建构式教学让学生更有效的学习，并搭配专题实作将课程所学实际来应用，让学生能在未来的职场上学以致用。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为了有效解决新竹市官埔地区的学子入学问题，新竹市政府呢最近就举办了第一场公听会，希望聆听家长们的心声。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学区划分需要缜密的规划，并非短时间仓促的进行。这次公听会所收集到的意见，新竹市政府都会带回讨论，希望家长们给市政府多一点的时间来处理。教育处会尽最大的努力，满足所有家长与学生的就学需求。为了解决官埔重划区学区划分的问题，新竹市政府最近举办了一场公听会，由新竹市长高虹安来亲自主持，希望聆听家长们的心声。参加这场公听会的家长人数很多，对于学区划分、校园邮局的分流使用、校园空间、学籍寄户的问题以及交通车的规划，家长们都有很多话不吐不快。我们连寄户都比不人家，因为我们单一学区连选择建构询问的权利都没有，是我要丢过去哪里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没有去学建证，说我们要记户籍，聪明一点的，我就跟着选嘛，我去记户籍就解决问题嘛。他们刚刚讲的是说，现有的这个方式是已经有在降低这个状况的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说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去努力去查核居住事实，更加的严谨，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做。对于官埔地区的教育议题，家长们对高虹安抱持很高的期待，但是高虹安也指出，学区划分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需要时间讨论与凝聚共识。不过公听会收集到的意见，市政府都会回去研究，也希望家长们给予时间，市政府会全力处理。那当然，因为今年的部分呢，我们的学区必须在我们的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它定案下来，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调整，尤其又在我们的许多家长其实是有许多意见上是有矛盾，那理跟理之间也有许多不太一样的意见的情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年的1月就能够贸然在20几个工作天去做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今年会持续来召开公听会，并且呢，我们会聘请专家学者来对于学区划分给予我们专业的建议。那同时呢，也会对于这个家长们持续反映到的这个寄户口的事情，我们去落实我们的居住事实查核。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就一些我们学校的一些均等上，非总量管制的学校如何提升它的设备还有课程的这个更加的优质，那以及我们透过像是安心通学的专车，还有这个孩童们上学的通学步道，这两个部分我们也会尽快来进行。官埔地区的人数持续增加，学子人口数也越来越多，面对教育资源的不足，新竹市教育处也提出许多解决办法，包含了增设校舍、规划通学专车，甚至是单一学区寄户籍的问题，多管齐下，希望尽早满足家长与学生的就学需求。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桃园市中华花艺协会从即日起在桃园展演中心的1楼展场举办了陶卓奇华中华插花艺术展，现场有100件以上的插花作品，每件作品独具巧思，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陶卓奇花中华插花艺术展现场摆件插花作品争奇斗艳，这一次特别展出五大主题，分别是理念花、写景花、形象花、造型花，以及适应在传统文人生活场景的花蚕共花。这次办的花展是用把我们中华花艺传承下去，因为我们一直很爱花，所以我们重形式、重色彩，还有它的情境跟生命的结合，把每个作品都流露我们中华花艺的最基本的精神，希望大家都把这次的花展好好的欣赏，更能够发扬我们的文化在地，把这个中华花艺的精神传承在每个角落每个地方。理事长邱丽华表示，花也结合了 ESG 环境永续，作品都是以建山进行插作，避免使用化学合成的花泥来减少环境的负担。最主要作品有112件以上，那由我们分五大区，有理、象、器、术、蚕、共、佛，所以呢，我们有所有的老师一起创作了每个区域的不同，也把我们中华花艺最有的特色全部流露在每个作品里面。邱丽华说，这次展览集结了10多位中华花艺教授来共同策划，再有100多位学员参与花艺创作，借此来推展花艺并落实花艺在生活美学中。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好，但你关心的是民生问题。最近鸡蛋的价格涨幅波动大，鸡蛋供不应求。对此，农业局就说明了，最近因为低温寒流，鸡只产蛋率下降，饲料价格也昂贵。中南部禽流感疫情扑杀大量的蛋鸡，导致全国蛋产量供不应求。不过，桃园目前自有的饲养蛋鸡场每天可出产16万余颗的鸡蛋，影响小。也呼吁大家不要囤蛋。为了了解鸡蛋生产的状况，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人员前往杨梅有鸡蛋鸡场，了解鸡农目前的现况。农民黄彦哲说，这个蛋鸡场是北部唯一的有机蛋场，管理严格，目前营运正常，才能不受这一波影响，也会持续做好防疫工作，把品质顾好。目前我们现在桃园市的生产的蛋鸡的状况应该都蛮正常的，然后我们场内的鸡只现在也都很健康，产蛋率也都是在非常标准，90%以上。对，那因为我们是有机的饲养方式，所以产蛋率本来就会相较于一般的像笼饲的来的低一点点，但是在90%左右已经是我们的高峰了，这样子。农业局表示，目前桃园市有23处饲养蛋鸡场，鸡只总数量大约29万只，年产大约6000万颗的鸡蛋，平均每天可以产大约16万颗。桃园市蛋鸡场多属于自产自销模式，受零售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少，各农会通路也都有贩售鸡蛋，所以请大家不要抢蛋囤蛋。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的供货量一直都是正常，都是稳定的在供货啦，那也没有说特别多或者特别少。对，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桃园的这边养鸡的状况都是很不错。农业局表示，会持续辅导禽畜饲养场防范禽流感相关防疫措施，对市售的畜禽产品进行稽查，请农民加强做好制场的环境消毒，维护桃园好蛋的品质。记者董宇飞、杨梅采访报道。好，新闻最后我们看到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在日前拜会了新竹市政府，除了与市长高虹安分享防疫的经验之外，也提及如何来提升民众的疫苗覆盖率。对此，高虹安表示，针对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和高风险长者，卫生局严拟不分年龄，只要符合次世代疫苗施打的对象，接种疫苗就加赠防疫旅行便利包，希望提升民众施打的意愿。疫情回稳，迎接解封时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以及疾病管制署长庄仁祥在今天来到新竹拜会新竹市长高虹安，期望透过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与交流，为近期滚动式松绑的防疫政策做好准备。为了冲高疫苗施打率，高虹安也透露，严拟祭出打疫苗赠好礼的活动，希望提高民众接种意愿。那其实我们也今天
的会议当中得知说，接下来我们从3月开始，我们中央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会推行2023疫苗加一解封安心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我相信以新竹市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我们的包含像是我们的追加剂或者是第二剂的追加剂，其实我们都有推出许多的一些包含像是吸引民众来施打的诱因。那不管说是送那个防疫旅行包，或者是像送500元的超商礼券，还有像是 Q 版的酱油等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诱因，能够吸引更多的民众愿意来接种疫苗，来提升他们的保护力，那以及降低我们长者还有一些比较脆弱族群他们的一个重症跟死亡率。所以今天很高兴呢，看到我们王必胜指挥官的带队来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接下来中央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新竹市可以进行更多的一些我们在防疫的措施上的一些放宽的配合，还有疫苗接种施打如何来进行提升，希望可以呢好好的将我们的新竹市的疫情可以尽快的把它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社会运转，也是让我们的产业还有这个经济，尤其是还有观光的部分，都能够让大家尽快来恢复正常。会议中，高虹安也向王必胜建议，在提升疫苗接种部分，除了地方政府可以祭出实质诱因外，也期盼中央单位能够提供更多的卫教资讯，让地方政府借由市政宣导，让民众了解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以上是本周的桃竹新闻，感谢你和我一起关心，我是刘淑芬，我们下次见。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专业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